Hello， 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仔日牛头叔叔要来交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物件，一件内衫吼，牛头叔叔家己穿差不多三冬外，愈穿愈好穿。大家全感觉讲，哎呦，这好的物件，应该爱来介绍大家知影，所以阮全去找相共这款布，来有哪家研究伊的做法，阮全开始家己做这件衫出来。哦，这件是咱男生，若较输要穿伫咱内底的时阵，哦，做咱的内衫。但是即摆发生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这件衫，因为若较输咱的 logo 是一位，佮挂下骹只两位、三位，带进三个 logo 看起来有感觉讲会较特别淡薄啊。不过毋知大家对这件衫若较输咱藏进三个 logo 有啥物想法佮建议，会当甲阮做一个会当做一个说明，就是讲看应该是要留这位就好。啊，是这两位拢要留咧，吼，啊是讲好，咱等下要留对一个部分，啊是讲要甲裂啊，起来对答，拢无要紧，咱会当来做一个讨论。不过啊，我即摆在想，就讲，若这个 logo 咱敢是要甲改做，变作银灰色，会当我感觉讲，较袂遐显色。不过这是目前怎个思考方向。啊，今年三大概伫2013年，就是明年时阵，咱就要会当伫咱的这个通路顶头，会当予大家穿会着。这绝对无大家变真正足好穿的一件衫，这件内衫我相信会当予大家穿得非常的舒适，穿得非常的开心，也穿得非常的舒服。好，谢谢。